球队兄弟象队在今年球季到目前为止失误也是四队里面最多的，所以他说球队在守备的部分呢有多花点心思。哇，不过在这边一个内角球黑棒落空，遭到的三振，这是林晨化中职的彭于晏所投出的第一次的三振。这一节这个球了，内角太低了，那对左打者来讲这个球是一个死角，不好打。三上三下又送出一次的三振，哇，这个球一个外角让打者洪振铭呢是挥空，第二个三振送出去了。我这个球了完全就是一个速度变慢，恰恰完全掌握不到。再到这个瞬间哦，棒子已经出去了，球带不进了。是，所以对，我他们几个选手了哈，都是用啊去做一些勤收之后，然后去 scout 之后才看出来的一些选手。是。我在第一次啊对决到林晨化，这边是领了一张老 K 回家。我这就是被骗了，生涯第一次站上。这个球没有触棒被拉掉了，哇，连续打了好几个界外球之后，在这边呢是没有出手，林晨化飙出了一次的三振，这是个人啊哈勒上来之后投出的第四次的三振了。前面那些球连小李飞刀都出来了，这个球怎么会放掉呢？是五成，我差的蛮多的。我今天到目前为止啊，这边两边都是2.5%-2.8%。这个球打到了挡一下，再下球，哇，捡起来再传，还是来得及。我这个球要赶快来关心一下。现在林晨化呢是脚步有点打到，现在有点站不稳。对，他是直接要防护员赶快上来，因为打得蛮痛的。是。华乐现在的表情啊，还蛮痛苦的，所以现在是跌坐在投手丘上面。花花当然也不是故意的啦，我的表情也蛮无辜的。哇，这个球是要被扛下去了吗？我可能真的要换人了。哇，赖鸿成这时候过来啊，把这个哇算是大只的林晨化给扛下去了。那这因受伤下去的了，所以投手上来有更长的时间去做准备。